王爷，都在这儿呢，来进来吧。来看看这都有什么。格格，献礼，献礼。有多想啊！见不着你就不吃饭，我饿了三顿，我还够不够朋友？够朋友。那咱赶紧下馆子吧。王爷，啊，您看是钱聚德还是砂锅居啊？嗨，这位等不及了，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吧。有点心，文生，快！哎，快点，我饿死了。你饿死啦？相爷，我晚上天天想着你。格格，今天晚上好玩不好玩啊？好。还愿不愿意来？愿意。要想来呀，就要听话，听奶奶的话，听额娘的话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啊！要不杏姨知道了，就不爱你了，就不让你来了。听话就好，啊！只要你好好吃饭，明儿啊，站住！干啥去？上面不知道戒严啊？不知道。告示上面写着呢。告示？我不识字。陆子辰，带走！干什么？走！干什么？带走！松手！哎，几位，误会了。老和尚，啊，我看他不像个好人，不会是关外来的奸细吧？哎呦，他可是个大好人呐，我担保。这位您还不知道吧？连上头都够看他老人家。误会了，让他走。谢谢啊！哎，王爷，您这边。没事了。哎，没事了。这前头还有几道卡呢。啊，干脆这样，我送您回府得了。啊，得，您费心。得嘞，王爷，您请回府吧，我那还值着琴呢。哎，啊，那片也归你管啊？升官了？嗨，不值王爷一笑。小米落在锅台上，我算是熬出来这一步，代理内五区分局长。行，不容易，我得向你道喜啊。嘿，芝麻绿豆门插过，王爷您拿我开心呐。甭管哪朝哪代，当差就得上进呢。啊，王爷。金玉良言，哎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戒严了？合着您不看报啊？讨伐令都公布了，曹大总统下令讨伐奉天张作霖，真打呀？嘿，可不是真刀真枪的真打吗？这两边啊，谁都不服谁，都调了十几万的兵，整火车的往前边送呢。啊，能打进北京来吗？北京城啊，那是宝地，还是太平盛世。前线在山海关，好几百里地儿呢。得嘞，回见吧您呢。得，回见。哎，你们去哪儿了？闺女也，阿玛更也。我呀，带他去喂脑袋去了。这回呀，酒足饭饱了。格格吃饭了。啊，还是你有能耐。一物降一物嘛。来，快接过去吧，胳膊都累酸了。哎呦。来，哎呦，来，你去书房吧，那儿有人等你呢。谁呀？又是万年青？不是，是个神父。神父？嗯，去吧。哦。神父找我。我是。上帝的使者，你走错门了吧？西什库教堂在北边。不，我是给寿元先生送福音来的。你们上帝应该知道啊，这个寿元不信天主教，也不信基督，信佛也是忌心不忌口，酒肉穿肠过。
老同学，连你也认不出我彭醒师了吗？嗯，彭醒师。彭醒师，真是你小子呀！真材实料，舍我其谁？你还敢进北京啊？我记得你刚走，通缉令就下来了，还没听说撤销呢。通缉令要抓的是彭某人，而不是刘神父。哼，你就不怕官面上把你认出来？连你都骗过去了。还怕那些肉眼凡胎？你等等，老徐。哎，刚才刘神父来的时候，有人瞧见没有？没有，就是奴才跟福晋回了一声。刘神父要给我布道，需要安静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哎，是。坐吧。彭乱党，嗯，这五六年你在哪儿啊？我从广州来。我猜也没别的地儿。这次上北京来干嘛呀？是刺杀大总统啊，还是爆炸吴佩孚啊？啊，请你去广州。广州？嗯。广州有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没朋友啊。我们在广州啊，积极筹备，创办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，急需军事教育人才。我记得你在日本士官学校是专学炮兵的，对测量学也精通，所以呢，想请你去任教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醒不过味儿来。你找我去广州？军官学校，是这么回事吧？聘你担任炮兵科的教官。哎，是你做梦还是我做梦啊？啊，你们是乱党，啊不，说好听点，那是革命党。我呢，封建余孽，孝子贤孙，一老一少，该是你们造反的对象啊。我们充分的分析了你的情况。你在前清呢，确实是世袭过郡王，算是旧贵族吧。可清朝啊已经灭亡了，那场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政府，而你呢，和他们没有任何瓜葛，你对他们的倒行逆施甚至是深恶痛绝。这些啊，正是我们合作的基础。咱们都不喜欢大总统，可咱们是各为其主，不一样。我们只是想发挥你的一技之长，为革命训练新军。你容我想想，容我想想，突如其来呀。想好了，到西什部教堂来找我。Thank you.
干嘛起来了？那碗是空的。啊，啊，这。啊，你要去广州？别嚷嚷，小心咱额娘听见。他不早晚也得知道吗？你是哪根筋搭错了呀？那广州是什么地方？民国这些个大总统，不管换了张王李赵，谁都拿广州当瓦岗寨。我又不当革命党，看看去，省得憋得慌。您可着这北京城，谁拦着尊驾了啊？西山八大处、温泉小汤山，还有香山的樱桃沟，您随便看呢。嗨，当初在日本，我有一个广州的同学，听说啊，广州叫五羊城、越秀山，别有一番风光呢。这广州离北京得多远呢？得有一万里吧？那路要是竖起来，还不能杵到天上去啊？日本的东京也不近呢，我这不是去了也回来了。那时候你没老婆没孩子，现在你拖儿带女的。要不，我先去打个前站，要是不好，我立马抽身回来。要是好呢，也接你们过去，啊！哎呀，你说这是吹的什么风啊？你怎么就动起这心思来了？广州，你抽风啊你啊！有朋友邀我嘛，盛情难却，又是个机会。干脆你就回了你那高亲贵友，就说水土不服，甭去了。咱家最远的，也就是天津卫，那就是咱家的天边儿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。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就跟我说，别在自个儿心里憋着。就算有天大的事儿，不还有地接着吗？还能比那年妞子的事儿大呀？真的没事儿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呀，不会说瞎话，还偏得说。得了，等你憋不住的时候再说吧。哎，学得了，学得了，知道。哎，这点事儿，没事，别说，喝点喝点。我说上次听说那个，马上马上，别学都妈脑子。哎，劳驾劳驾，瞧见任务没有？有日子没见了。我找他有急事儿，他家住哪儿？不知道。您帮帮忙好不好？我是非找他不可。啊，他要是没让官面上抓了，就在天桥上听大鼓书呢。谢谢啊。哎，哎，您看这真人，你们不如一见，您进去看看啊，看看就行了。哎，您别走啊！哎，过来，真是。接官来！让我再亲一下。来来来，来来，我没干坏事。干嘛呢？你侦缉队的？你不是侦缉队的，我找你有事儿，让他走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有事儿啊？有话好好说。别动手。你把我闺女卖给谁了？啊！你闺女，我认识你是谁？我六年前，我住在拐棒胡同二条，想起来了吗？没想起来。兄弟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什么买儿子买闺女的？我哥从来都没沾过手。你敢不认账？你我你讹人呢？你我今儿跟你拼命了！我您息怒，您息怒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后悔了？对，想闺女了？对。当初咱说的好好的，事后两不找啊！我现在想把我闺女找回来，我那时候犯浑了。多少钱我退你？啊不，我加倍退你。外行，整个一大外行。那丫头从我手里到买家，当间隔着七八道手呢，互相都不打听姓名。你让我找谁去？我下家那位，头年得伤寒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孩子卖到哪家了？
是朱雀大本，还是大府邸大宅门啊？啊！我问谁去啊？碰命打彩吧。闹好了，兴许现在是个总长的千金，督军的小姐，弄不好，哼，也就是个臭要饭的。我这是造孽啊！我明天好好跟你说说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额娘，你哪不舒服？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刚才还好好的呢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让他们都下去吧。哎呀，快快快，退下去，全退下去。儿啊，来，靠妈近点。儿在。儿啊，听说你要出院，你到嘴快。这么说，您的病会好的。那咱们娘俩商量商量，等我两眼一闭，见到你阿玛了，你再走行不行啊？啊？妈，您这是什么话？人家是办京官学校，是急事不等人。话我都说痛快了。听不听在你，你非要走，那你就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咱们娘儿俩就在此生离死别了。妈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歇着了，大晚上的唱什么戏呀？干嘛呀？你干嘛这么瞪着我呀？不走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拦着你。可你会使坏，额娘的病是你出的馊主意吧？谁让你是个大孝子呢？滚！目寸光！你以为我上广州干嘛去啊？反正有你牵肠挂肚的。你说对了，广州聘我当教官，我有用武之地。再怎么闲着，我就是个废人了。报国无门就甭提了，可我总得用武有地吧？我那日本士官不是白学的，人家拿我当人看。可你呢，偏偏狗肉不上席，额娘的苦肉计也唱。你还让我怎么着？我没地方当忠臣，总得当孝子吧？你美了，称心了，得意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不贤惠，我头发长，见识短。你别生气啊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不消。开门！你别。谁敢来砸明火？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？王爷，这外边就是警察呀！打开！啊，打开，打开！哎，把门打开啊！哎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干什么？王爷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抓贼啊！娟儿，咱报案了吗？没有，王爷。
王爷，卑职有点公事，上峰交代的，惊动您了。抓我吗？不敢不敢，王爷说笑了。王爷，有线报说南方来了一革命党，潜入北京城，让卑职把他抓获归案。抓人抓去啊！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你看他们谁像革命党？拿王法来抓走，我不护犊子，他像还是他像？王爷，卑职就是怕革命党吓着王爷，才敢来保护您。哼，内九外七皇城四，这么大个北京城，他干嘛非来吓唬我呀？这个人啊，王爷认识，彭醒师啊。彭醒师啊，还没死啊？哎呦，活得好好的，欢蹦乱跳的。总司令吴玉帅都过问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卑职就是怕他到王府来落脚。笑话，他是革命党，造过我大清国的反，还跟我白刀子红刀子打过仗，连你们中华民国都不容他，我还容得了他吗？他到这儿来找雷劈呀？他真的没来啊？你们谁看见彭醒师来过？没有没有，这可是发财的好机会啊！见着他赶紧给他一闷棍，五花大绑，给他送到赵局长这儿来邀功行赏。老赵，哎，不会白干吧？这上头没说，他不傻，我傻。反正你们也来了，待着也是待着。要不这么着，你们前后院子搜一搜，你踏实，我也踏实。哎呦，这我这不敢不敢，打扰您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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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关门，关门啊！不用关，就这么敞着。哎，留几个人换上便衣，给我盯着。是。抓革命党抓到王府来了，新鲜。沉不住气，主子，还有事儿吗？咱们得给刘神父送个信儿吧。给他送什么信儿啊？他还劝我入基督教，我给回了。别惹这些吃洋教的啊！主子说不送就不送吧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想说什么？痛痛快快！主子，他们要抓的不就是刘神父吗？连你都看出来了啊！嘿，这个彭醒师还以为自个儿怪不错的。轩儿，哎，现在咱谁也不能出去。警察不傻，准等着踩咱脚印呢。可万一彭先生他撞进来怎么办呢？嗯，这事儿有个人能办。老徐，今儿咱去哪儿啊？今天呢？哥哥想去哪儿，咱们就去哪儿啊！由着您的性子来。来来来，哎，说话算数啊！哎，算数算数，我都这么大年龄了。那咱去县一家。好嘞。我站在城楼观山景。耳听得门外乱纷飞，少元儿，嗯，
这一大早的，格格跑哪儿去了？这是找银杏去了。啊，找他干嘛呀？这藕断丝连还断不了了。哎，咱得想个主意啊。主意有啊，你看上天津那房了？啊，那房主说，他说签了文书就可以搬了。我呀，还想再去看看，给他挑点毛病，再压压价。你跟我去，还有格格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咱往天津一躲，看他哪儿找银杏去。这主意好。那说走就走，今儿就走。这么快呀？我还没来得及预备预备呢。哎呀，预备什么呀？买几张火车票，你我头等，下人三等。哦，多带几个人手，省得临时啊人手不够，忙不过来。行，那我让人赶紧买票去。哎，哎，格格叫人接回来啊？不用，顺道接。好，好，好。哟，爷爷，格格，哎呦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给徐总管沏茶。好嘞，不用忙活，这儿啊还有更忙的事呢。银杏，来来来。大哥哥，主子，要麻烦您件事儿啊。教堂，干嘛去啊？哦，这是主子的信，你去交给。主子说了，这实在是万般无奈，所以啊，才烦您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要不我去吧。啊，你不认识。你呀，在家好好陪大格格玩，我去就回啊。我也去。格格乖，杏儿姨呀，给你去买好吃的去。那地儿啊，小孩不让去。啊，乖乖的。哎，杏姑娘，把这个带上啊。嗯。就回来。哎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是新姑娘吧？哎，寿元怎么没来啊？他让人给看住了，你快看看这封信。他们还这么嚣张，难道他们不知道黑夜即将过去，黎明已经破晓了吗？王爷说，还得委屈您换了这身儿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彭先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王爷也是为了您好，大仁大义，他都安排好了。您换了这身，马上跟我走，快。小心点儿啊！哎，几点的火车呀？一点半呢。嘿，这还一多钟头呢，这么早干嘛去啊？得了，我回去歇会儿吧。哎呀，王爷，咱赶早不赶晚，上火车站歇着去，那火车可不等咱。哎，你呀，一提天津就没魂儿，走吧。哎呦，王爷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你跟他说。王爷呀，在天津置了处房子，去看看，怎么了？那干嘛去那么多人呢？上下两层楼呢，都需要打扫收拾，这么点人还指不定够不够呢。哦哦，那个卑职先给王爷道喜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送王爷上车站吧。走吧。哎呀呀，哎哎哎，请请，哎请，跟着。格格六岁了吧？刚过完生日。当初格格出生的时候是几斤几两？哎呀，出生的时候好像是六斤七两吧。也是六斤七两。还有谁是这分量？我是说，
这格格分量挺足的，是个胖姑娘。是啊。哎，不知道是哪家大夫给接生的呀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瞧您说的，您是总管，请谁不请谁，还不都您说了算？当初啊，我陪着王爷去给老王爷守墓去了，不在跟前儿。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，嘿嘿，这格格早就大哭大闹了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来人呢？说，银杏就住这胡同里，赶紧去他家把格格接上，别忘了这姑奶奶。是王爷。哎，老赵，老赵，哎哎哎，来来来，王爷，王爷，耽误你公事了，还得劳你大家鞍前马后的，真不劳人。哎呦，卑职责无旁贷，责无旁贷。哎，啊，你带烟了吗？哎，有有有有有。哎，给我来一根。哎，你怎么还抽烟呢？你不是不会吗？哎，学嘛，学好不容易，学坏还不容易。王爷，嗯。是不是老张啊？是是是是。你们这会儿来接他，他现在还走不了啊。可主子们都等着呢。这等着就等着，反正我等星一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星一阿妈让我去天津。哦。去吧，天津比北京好玩100倍呢。那你也去吧。杏儿姨走不开，你回头啊，好好跟杏儿姨说说天津是个什么样，杏儿姨就只当去了啊。嗯。人呢？哎，来。啊，哎，快快快上啊！哎哎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我要下车自己去接哥哥。哎呀，火车开不了，再等等。哥哥来喽！嗨，你一玩就什么都忘了，赶紧的上车来，快来呀！静怡，回见。回见。你可要去看我呀。格格回见。杏姨，杏姨，杏姨回见，回见。你三等这边，怎么跑都等这边了？哎，他是我的家人，随时伺候我。你体谅我，这火车洋人主持，洋人定的规矩，我没法子。那我给他补张头等票，洋人还说什么？给他补头等票？补上，剩下的赏你。那谢谢先生。来，他把票拿出来看看啊。哎，我又给你花冤枉钱了啊，你得知情。广州，你不打算去了？那是乱打，我呀就别羊群里出骆驼了。我早就该想到，根本就不该来找你。可是避人之情呢，啊？为了区区一个瘦女儿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瘦女，你冒那么大险，够不够？大可不必。挂起一江啊，我这儿还爆出这火罐自作多情呢。早说呀，我何必费这么大劲救你啊？你完全不用救，我根本就没想离开北京。那你就得下大狱，我不用说，在牢里就要你的小命。我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生我死无关紧要。
中国都振奋发抗。大事已经，这个下人是南府城的，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见过，在咱家地窖住过好些天呢。半年轻，哎，他怎么变模样了？你什么眼神啊？跟万年青住一块儿那个？啊！这个地方真好啊，格格，好不好看呢？格格，你慢着点，别摔着。格格，慢点。这房子不错。原来的主人怎么舍得把它给卖了？打听清楚了，这老头以前是个督军，死在任上了。几房太太为了争家产，打得跟无眼鸡似的，谁也别想住这房。得，就把房卖了，分钱。想说咱家的事儿。不，那老爷子他可没儿子，咱家总有你顶梁，要不然三姨儿、五姨儿、七姨儿的，那还不得把额娘扫地出门呢？哎，这楼上楼下得有十来间房子吧？啊，我都安置好了。一楼这客厅你会客用，二楼的内客厅我接待朋友，书房还归你。二楼呢？是那个上房，那个格格挨着住楼上的那西厢房，那边还有几间平房，够下人住的。那额娘呢？额娘住哪儿？额娘住一层的东厢房啊，还接着地气儿呢。不行，让额娘住上房，咱们住厢房。啊，那也行，全听你的，谁让你是个大孝子啊。额娘，杏儿住哪屋啊？有他什么事儿啊？一气儿不来天津。他要不来，我也不来。我要回北京。哎呦，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啊？我要回北京。哎呦，你慢点。王爷，王爷，哎呦，万大哥，天塌了啊！天塌地陷了。什么？您来天津几日了？我前天到的。这不是带格格在市里玩了两天，刚刚到这儿，北京已然不成世界了啊！您看，您看，吴子越派冯玉祥打山海关，可冯某人与奉天暗通款曲，临阵倒戈又杀回了北京，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呀！大总统曹锟被软禁了。嗨呀，我的万大哥呀！这就是你替古人担忧了。哎，民国的总统他姓曹也好，姓冯也罢，跟你我有什么相干呢？自当看出戏了啊！这回有您的事儿了啊！啊！皇上被逐出宫了！哎呀，这还了得！夫君啊！我马上回北京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臣追随王爷回京勤王。王爷，这是什么？王爷。听着了，皇上行踪在哪儿？摄政王。妈，二位留步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这位是寿王爷，我是翰林院的。上头吩咐了，一律挡驾。谁是你们上司？是冯玉祥还是大总统？内务府。你起来，起来。寿王，皇上好容易刚刚安歇，别吵了啊，这屋来吧。中堂，王爷是特地从天津赶来，来秦王的。秦王，王爷口谕全免了。烦劳大人通禀，寿王爷请起儿。哎，这是谁呀？中堂不认识卑职了。闹复辟那年，卑职可是中堂朝夕相见的呀。
画了魂儿，我也认识你。冯玉祥说了，就因为傅国弼轻视违反约法在先，复辟六天，才六天呐，一下吹走了400万呐，亏了血本，跟谁说理去？哎，你还敢见皇上？那我去看看行不行？我没有复辟吧？你在节骨眼上，就是你闪了皇上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太聪明了。实话告诉你，皇上二次退位，先在你的名字上打了个大黑字儿。幸亏民国了，要是回到大清啊，先废了你的这个王位，你还想什么呢你？